各位观众下午好，这里是韩国高阳足球场，您现在看到的是2016亚冠决赛的第二轮比赛。那是正是正红光战啊，경찰이건뭐건전부아작을내버릴뿐이야。你以为你赢了我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你们答对一道题，我就告诉你一颗炸弹的事。炸弹不是不重吗？球场里的五万人才是。炸弹在哪？想找到炸弹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我给你打个赌，你一定会开枪，打死我你就是英雄了。但包拯，这不是犯罪了，是灾难。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当成是一个赌局，他要怎么死给他弟弟看？我哥可是赌徒，你被骗了。这个，你怎么可以？